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 Cyprus， 啊，体验一下那天的感觉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今天是有活动啊。哇，看来我今天来的时候还是挺正确的。有免费啤酒 ，Cool。Let's grab a beer。Thank you. Beer tasting class. Okay. 天气也晴了，今天有很多powder。大粉雪天哈，咱们可以试试树林走一波。OK， 哎呀，排了好长时间缆车，我们得热热身了。这个，热个身吧，好吗？这里全是芒果，它不是，都应该是 most difficult。这个叫 Cyprus 是热身。就他了。哎呀，我们热身了三趟，发觉今天的雪的话不太适合今天我这个固定器的角度，所以我现在临时调一调，我可以把后脚打到3度吧，然后前脚打到差不多24度。
走一个 all mountain 的滑板。Yes。OK， 今天我们用的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单板组合啊。鞋子呢，我用的是 Nitro Select， 然后它是有一个加硬的背那个鞋舌板，然后这固定器也是你在市面上估计能买到最硬的了，就是老款的那个 Now All Drive， 它的背板相当的硬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弹性，掰都掰不掉。它的那个灵敏度夸张到，基本上你的脚大脚趾头往上一拎，板就动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脚的装的也是非常的 hardcore， 前面是27度，后面是3度。OK， let's do some run。拜拜。